我的意思是，你坐这儿呗，坐这儿啊。哦。啊。从这儿开始看。哇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页我还没看完呢。这就是一场超人和拳击手的对决，你喜欢的是超人，而我呢，只是一个拳击手。我不能阻止你喜欢上超人，所以，我只能把它当成我的目标，努力成为你喜欢的样子。替我加油吧，以后，全世界都是超人的粉丝，而你只要在我这里，我就不会输。很冷吗？
不是说了，我才是你的专属保镖吗？这挨拳头本来就是我该做的事情。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这不明摆着是我失职了吗？你这，爸，你要是真的生气，你就骂我吧。你这么无微不至的照顾我，我心里边真的瘆得慌。我刚开始是挺生气的，后来换位思考了一下，如果今天是你贺叔在拳台上替我挨揍，恐怕我也忍不住要冲上去。我都忍不住啊，也就不能怪你冲动了。哎呦，那你干嘛绷着张脸吓唬我呢？我是替你担心呢。你说好不容易进了一军，现在这情况，你就算出了院回去，到家也得养好长时间。属于训练的话，回到学校，你不又得回到二军垫底儿去啊？爸，你干嘛要在这个时候提醒我呢？一想到回去擦肩，我恨不得现在就下床。算我求你，你可别再给我添乱了。那咋整啊？师姐。打扰了伯父，我是子枫的学姐，我叫白无双。这个无双师姐呢，并不是子枫喜欢的人，子枫喜欢的人是无双师姐的妹妹赵一红。哦，无双是吧？我听李虎说你经常照顾我们家子枫，谢谢啊。您客气了，伯父。小枫，你跟人家好好聊聊，我去看看你贺叔啊。你快回去吧，爸啊。哎，坐坐。伯父再见。爸慢点啊。好。师姐你怎么来了？怕你无聊，给你带了好东西来啊。这什么啊？哇，师姐你真是仙女下凡，普度众生，请受草民一拜。那你是要看一拳超人，还是黑子的篮球，还是我的英雄学院啊？哇，一拳超人，一拳超人，我看这个。一拳超人我也没看过呢，要不你先看黑子篮球吧。啊，来。哎，不不不，不带这样的。师姐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你让我眼巴巴看你在那看一拳超人啊，这也太不厚道了。那怎么办呀？要不老规矩一起看。好好，来来来来来。